第十九题，十九到二十二题是题组，某物体的速度对时间关系图，参考图片回答十九到第二十二题。十九题问，某物体零到五秒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？我们晓得平均加速度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变化，速度变化就是末速度减掉初速度，然后除以时间。我们的末速度5秒是负4，初速度0秒呢的时候是0，所以呢是负4减0，我们花了5秒钟，所以答案是负5分之4，也就是负 0.8。 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，某物体0到5秒的平均加速度为多少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负 0.8 公尺每秒每秒。